有做一个小刺绣，然后你其实可以看到镜头，它非常的扎实，外加它做了非常厚磅数的麻花边，下巴还有故意抽一点小破损感，然后立体的大麻花，这边小小的刺绣，整个手绣夹口你看一拉开，毛衣都是不灌风的。这个颜色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它是有点奶茶色，就是有点奶性的这种感觉。我觉得版型真的一定要夸奖一下，因为穿起来就是直接就有那种直角肩的感觉，觉得应该是因为它下摆这边它是做短版的嘛，然后你们看它夹口其实蛮大，可是它就是往下收，就是它是有点那种往下往内削的这种感觉，所以你整个人看起来的那个版型会是有点倒三角，穿上去身形就会非常的漂亮。